六十三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到了玲玲美乐区，我也一样要拼豆。好，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它，角落生物的猫咪，主要的颜色有黑色，还有荧光黄，还有我们的先说土色，花生酱色，黑色要再补一些，黑色太少了。好，我们就先开始拼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我只剩这只叫组全套的角落生物了。就是这个全套最上面那个全套的角落生物，我一直想要这样子去全套。喷出去啊！豆豆好会喷。这史上最会喷的豆豆，拉个筋，有了。好，再来下一行是两个，其他都加油。再来是眼睛的这边线，然后这里变成一个四方形之后，下面有胡须。好烦哦，他一直喷呢。谁？这个拼豆啊，他一直喷。很烦人呢、欸。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。拼的拼豆总是拼到一半。我希望别再喷了，不然我真的要生气了。我要换别的夹子，不耐烦。希望把这个比较平均。对不起。加油！只是黄色拼了。怎么粘住了？粘住了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快乐的 Happy Birthday， 快乐的快乐 Happy Birthday， 嘟嘟嘟嘟嘟的力量，还有很多宝藏躲藏，一起走，跟着我，快乐的 Happy Birthday。哇，猫咪要准备完成了，好了，这个可以先关掉，好吧。加油！还是一样，加两颗会喷呢、欸。有个新的方法，直接把它刺上去，放开，它就会被你。你看，扎开，压下去都是扎开，压下去是张开，放松是关起来。对啊。我要试试这种好不好？可以用这个，这不好夹，还我信哦。你根本就是，姐妹你看，会，你看。妹妹，你看一下，我的比你高哎，对不对？比
好，猫咪特锤比赛，可爱猫咪对决要开始了。妈妈，它可以开始在那个，我要那个厨房啊，我的猫咪好了。那就不要管旁边的这些烂东东了。你把注水口关掉。你也不需要用蒸汽啊，这个是要装蒸汽。好了好了 ，OK。好像没好。好了啦。嘴巴都。你要记好，头上要有洞才行。没有洞也可以钻哦。也可以钻洞，没有关系。来，反面。前端躺下。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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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顺便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按下下方的小铃铛，可以收听通知，还有记得分享。